们的相机准备好了吗？这首歌七年级的举手，大家都是七年级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七匹狼？我们是十二匹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阵仗最大的一次，而且重点是全部都做不一样的事。对，因为我们就严格规定不可以做以前习惯的事情，所以大家都是做自己不习惯的事情。只有小白跟维尼。对，因为他们要帅。有没有买昆虫白的专辑？没有。这边有卖吗？这边有卖。不要再问这种尴尬的问题。好，大家要买。然后今天这是我们最后一首歌，你们喜欢今天的 party 吗？喜欢。你知道我们还特别去一个地方练团，终于把四个团凑在一起了，这真的是创举。你们应该没有看过这样的表演吧？有没有很秋？我们还没表演呢。那拍手一下。我们要唱到警察来为止。Thank you.
在天色破晓之前，我想要快